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早的。哎，这够吵吗？这么刺激的呀！直接给你崩到那个奔跑吧里面去。你们这边像是一个比腿戏的比赛。哦，刚才忘介绍了啊，筷子兄弟。欢迎大家来到兰州市全民健身中心。刚才我们各位都在附近的公园兜了一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去的公园的风景怎么样？很好，我们那个是在黄河边吧？对，好多人。其实兰州的环境和之前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早年间，兰州就被称为卫星上都看不到的全国污染重点城市。到现在一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中的兰州蓝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兰州人他们是背着冰块上山去种树，绿化荒山，然后到现在打造出了全国最长的沿黄河的绿化带，就是包括各位去的两个公园在内，一共有16个这样的公园，真的是让我们的母亲河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。接下来每一趴都会有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朋友跟你们合作，关于怎么选择的提示会给胜队，晨儿哥的完成的用时更短，所以我们恭喜绿队获得了第一趴的胜利，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提示。就这是我们的信息，对，不能给对方看，不能给对方看。非常，你这就跟没看没什么区别，是个人，对，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词。就选点男的呗，让你们。也不是，说出来吧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就你们这几个人，你看，就是长得帅，是吧？长得帅、啊，长得帅的。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参与本轮游戏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欢迎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，同时也是兰州市民兵应急营水上搜救排的朋友们。他们主要承担了黄河兰州段水域应急救援等重要任务。今天要玩的游戏也都是他们选出的最想体验的跑男经典游戏。10个人是吧？都是帅的。那个李晨他们组给的提示是找帅的，李晨没选的你们就记恨的就对了。请各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志晓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驾驶员。大家好，我叫朱熙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忘了但是不是搜救排的，还是今儿早上刚来的？今天穿上的临时演员吗？第二个，你想想，你到底担任是什么？你现在还有时间想想。我这一趴是那个判别真假，判别真假，有混在里边的。几个假的？有假的，一个呀，出来。就一个假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朱熙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，担任。等会儿，你肯定是那个假的，你真的，你说你是不是？今天早上穿的这身衣服。我们找到了导演组，你们告不告诉人家到底担任什么呀？大家好，我叫朱熙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我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联络员。啊，联络员，好，搞秘密工作呢，所以就是有点比较不能公开。对不对？哦，不是，因为很长时间没联络过了，有点忘了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滕路源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驾驶员。我们前天晚上的船是您开的？是我开的。哦，那个船飞快、啊、还掉头呢。对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新忠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潜水员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彦军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无人机飞手。大家好，我叫蒋芬丽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潜水员。潜水员。记住了吗？我们可以先挑，对吧？我们的线索是需要找反应够快的人。联络员显然就留给你们了吧？联络员反应才快呢。对，他得第一时间联络。他只是口齿不快。他联络好了之后，你的驾驶员才能过去，然后你的搜救员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那联络员一定留给你，好吧？我们就选联络员，我们就选联络员，我们就要联络员。好的，那联络员先请出列。不，我们再考虑一下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要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要，就要联络员，
就要联络员，请就位。好，来。我跟你说，这所有人里面就他一个联络员，他绝对有他的特殊技能。那我们就选无人机操作员和第一位这个潜水员，好吧？你们再选一位，我们再选一位。我们选那个刚才提醒联络员的那个。行，听你的。好像是这位。可以。刚才联络我在。我在水上搜救牌担任的是联络员。刚才联络我在担任的工作。恭喜你把俩的两个假的都找到了。就他俩昨天被提了，这是联络员背后的联络员。对，后面那个联络员。联络员。这是联络员的提词员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，请领取任务卡。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你要几碗胡辣汤，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，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，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，一旦有人出错，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。啊，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，然后我们三个人都蹲。咱不蹲，咱是坐椅子上那个。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？对，我最期待的。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，我说那你来啊，他行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，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。那不对应的人错了，我们就不飞是吗？对对对，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，你才要飞。啊，那你把晨哥换给我吧，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。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？你是他，不是我，没事。我看出来了，不用告诉我。白露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化妆了，今天就给你卸个妆。紧张吗？不按顺序，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，是不是？真好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来，你要几碗牛肉面？比赛正式开始。好。三碗牛肉面，两碗牛肉面，两碗牛肉面，两碗牛肉面，三碗牛肉面，三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。慢了，谁慢了？你没慢，你慢了，你慢了，你慢了，我蹲了一顿，确实是慢，确实是慢了，对不对？导演，去慢没慢？慢了。弟弟准备，啊？怎么样？啊？来了。你不是说好好玩吗？试一下。我看别人这样玩的，爽不爽？你别玩上瘾哦。那我们第二轮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来开始，七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三碗牛肉面。哎，这慢了吧？三碗牛肉面。这慢没慢？这绝对慢了。没有啊，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你慢了，确实是慢，这必须飞，这不飞，这慢了吧？哎，发之前告我一声啊！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，我真的，胡子都得走，胡子都立起来了。走开！
是有没有点脚吧？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，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下跑。你这事啊，小心点。没事，我们有救生员。好玩不？想感受一下吗？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不，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。你把我刚才的帽找上了，找上。你赢老总了。好了，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，请各位集中精力。来。六碗胡辣汤。六碗胡辣汤。什么六？怎么说六碗？六碗胡辣汤下去，把胡辣汤了下去。什么六？怎么说？胡辣汤了，六碗胡辣汤下去，下去，起来坐着去。六碗胡辣汤，你这是？手机是啥？拿出来，手机了，能不能？六碗胡辣汤，三十碗胡辣汤了。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，你知道吗？三十，来准备，七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三碗牛肉面，哎，三碗牛肉面，哎，郑凯妈了，联络员要下去喽，联络员，我对不住你。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？关键是，关键他不是搜救员，是联络员，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。最气人的是，人家搜救员在旁边乐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！你们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，哎，我来。好，来，你好好蹲啊，这个难一点。田总，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？一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来，请准备五碗牛肉面。哎，等会儿，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凯哥，请准备。凯哥，他。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。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，潜水员，开玩笑呢，水中蛟龙，还行吗？真好玩，他说真好玩。还想下不？是不是没事？玩一次是吧？快上去吧，快上去吧。哥，还想来一局？来吧，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。什么意思？白鹿，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明白了，这个信号我收到了。哎、不要不要，咱们开始吧。但别故意说啊，哎，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。哎，好。来，演的真实的啊，演的。请准备，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几碗？你再玩两把，你试一个，你再玩两把，秦老师试一个。
我刚没听清，真的，我刚没听清，真的是，我没听清，我要听清，你绝对不能再下，你相信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哎，怎么样？内斗了，内卷了，精彩不？精彩吗？来，好，各位请就位，快请入座。他这把不可能输。白鹿能听清吗？能听清。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？不用。来吧，快。哎呀。来吧。来，请准备。等。没事，白鹿老师能听清。我不像你，我不会这么故意，好吧？来，请准备。七碗牛肉面。什么？服你不会弹我的，对不对？别把手伸起来。我知道。你等会儿。等一下。你把手放心上。我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手都麻了，现在。你给我等着你们的。让秦老师，哇塞！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？太突然了！我好开心啊！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，太适合他了。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。还好吗？灵魂回来了吗？等会儿。爽吗？爽。你快入座呀，请入座。啊，请入座。不对呀，请入座。这一人一回吗？这。来，我们继续了。请准备。三碗牛肉面，五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谁？你们伙第一个。四碗牛肉面。这不是我啊！等会儿，谁呀？他呀。他，你是我吗？你不是他吗？他是你。那谁是你？后两个是我们俩过一回，来，很像那个《西游记》片头蹦出来的那个。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一下。我待会儿，确实，别呀，你还要坐上去呢。你来这儿待。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，内对内卷，内卷。注意力呀、你来这儿干嘛？不是注意力，注意点啊。
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大半场游戏了。城市接龙，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，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，再加一个新的城市。北京。北京上海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。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，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。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。准备好了，来，开始。北京。北京上海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。河南是个省。河南是个省。来吧，飞吧。飞吧，飞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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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晨哥开始。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厦门。乌鲁木齐厦门昆明。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。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。横店。横店也算城市吗？是啊，它是东阳。啊、哦、对不起、啊。横店是个镇呢、啊。你知道是你说错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我忍不了。去吧，钱总。报应啊！来吧。哇，180旋转。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一二三，好的，非常完美的起跳，加持，再看回放，有，难度是5.2的动作，整体180。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，是这样。不用了，没必要。没事儿，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说，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，已经快练会了。下个目标要练360，多让他练几次。哎呀，你还知道哪些城市？挺多的，其实。捋，挺多的。你算算哈。来，从这边开始。兰州。兰州上海。兰州上海石家庄。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。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。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。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。北京。卡了。先觉得老秦的。哎呀。我不想玩了。脑子里城市很多。金华不刚说。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，那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？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，是京华还是东阳？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是横店？还要再说一横店，我更来气，真的。360度，太厉害了。综合两个游戏，恭喜黄队获胜。
两队获胜，你来指导。我们队输的心服口服啊。感谢参与我们游戏的水上搜救牌的朋友们。现场观看这个飞椅的感受，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吗？过瘾过瘾。他说是现场氛围比较好。对，氛围比较好。对对。电视上看感觉没有今天这么刺激。对，电视上没有看到这个内卷的全过程。对对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乘车转场到下一个地点，下一个游戏和文化相关。然后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出版行业的朋友们，他们已经在转场的车上等大家了。导演，你抓点紧，我这吸着呢，这个。一直没喘气儿。留在这儿，是这个文管的那个保留。记点。一二三，搜一个，搜一个。这就松着呢。真的？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挠痒痒，挠痒痒，搜一个，搜一个。你们也会同样获得这个提示词，请沙哥领取任务。快走上去，快！提示词阅读量好，就这点儿。咱们的提示词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谈他，好不容易赢了。主要是大脑缺氧，你知道吗？吸着缺氧，吸着大脑缺氧，忘了这是给咱的。耶，好难啊！欢迎各位同学，刚刚大家听讲都非常认真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实践游戏环节，给大家稍微放松一下。这个游戏环节的名字叫做人体盾构机。对，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我们浙江中铁的20位工友们，他们会全程陪伴大家一起完成这个游戏。然后请领取你们的任务卡，在那个上面都搁好了，不让我们过去是什么意思？咋还有眼罩啊？他这么可爱的手套了。人体盾构机，蒙眼在两边铺满强力胶，强力胶啊，什么的轨道上哦，前滚翻，哇，这拔不出来了。我刚喝饱饱的水。避开强力胶，连续翻滚冲破终点，即可获得对应的分数，累计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。30秒后就要留在原地，不能再动了。黄队第一位出发，然后下一位红队，这样依次滚过去，总分高的获胜。知道我们今天的态度是什么吗？超级刚。来吧，陈叔叔 ，Come on。还要蒙着眼睛滚。第一位人体盾构机。准备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这个方向。好，没用的，快。3、2、1，走。穿个短裤，哦，短裤是这个意思，哇哇，哎，他很直哎，哦，低下，哦，他有智能。站住！Oh no！ 你们家这，裤子粘上了，这么粘。先等一会儿，没事。
你怎么有点奇怪啊？今天这胶威力挺大啊。好的，红队第一位，请准备。我觉得庆哥已经准备好了，对，就让他上吧。啊、超级刚，快滚吧哥！快滚！真帅，好帅啊！哇！好，第二台人体盾构机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加油！哇！哇，好厉害！哇！皮粘上了！哇，好厉害的，身高这么高，他会控制，你看他会控制自己，控制自己。哎呦！我们的态度超级刚，啥也不怕。好，天，你先走过来吧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粘的这个，哇，这样一看他不是扁平足哎，我观察他好细哦，你看他的脚丫。黄队下一位，谁先上？你来吧，你先吧，滚吧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妈！哎呦哎呦，好痛！你别拿头顶啊，改玩倒立了是不是？哎呦喂！哎呀！还有自己的 balance， 你的 pose 好好看哦，好准啊，非常准。走走走，勇敢一点，对，就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时间不多了，走走，完了，你这。再往前，最后一步，走走走走，颠倒，哎，零分。好了，大勋摘下眼罩，留在原地。有请下一位。他就留在这里啊？对。那我们没分了吗？对，你没有分。带三个，你要干什么？怕粘到。确实有点喘不上气儿哈。你还没翻过去，已经憋死了吧？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注意点啊，别滚到我怀抱里来。
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倒计时，快踹一脚，踹一脚，快点，踹！哦，这个算开吗？这是算啥呀？抱歉，超时了，成绩不算。Oh no！ 你那鼻孔，天哪，你是谁啊？赶紧往这边上蹭蹭来，别挡着别人来。你以为我不想踹一踹吗？卖球卖球。怎么的了？你就不行了，就不行了。那就看到了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小强啊，被那个粘的那个在那努力的在那挣扎。你真粘上了！哎呦妈呀！对，你往这边来，对，就这么躺，这么趴着行。好了，来，深深，深深，请准备。周深呐。哎。你注意点儿，我腿还在跑道上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这已经基本上就再见了，我觉得这。行了，周深，哎呀，你还有自动巡航的功能呢。哎，对了，哎。这是20分吧？这个是，5秒倒计时。他也没到。完了，名牌被撕了。名牌完了，完了。周深 out。露露，请准备。三二一，来，三二一，出发。出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哎，都挺优秀的。哎，再来点，他还会绕道哎。哎恭喜白鹿得到7分，哦耶，我的幸运数字 ，nice，good。好，下一位黄队，这整个游戏，我要这样的体态度过吗？哎，还挺尴尬，这么突然，没想到吧？好，下一位林一，请准备。来吧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这大长腿，好，好，好，欢迎你回家，欢迎你回家啊！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你回来了，二哥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快加油！哇，反了！哇！啊！
你是旋转的陀螺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我跟你讲，林毅，这趴游戏你包圆了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我建议你就一直留在这里表演这个节目就好了。我刚才到那儿了吗？你是翻滚的陀螺、啊，你哪儿都去了，反正。该谁了？红队，该你们了。谁来？都行。我来吧。你来吧。你压轴吧。谁有毛巾呢？给他遮一下吧。这孩子这样不行，下不去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条裤子真有用啊。对，我一开始说多余，玩什么节目能用上这条裤子？有点迷茫这条路。好的，来，雨琦，请准备，出发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没有一块是平滑的，为什么呢？啊！哎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什么鬼啊！为什么？你看你的名牌的位置，你就知道你去过哪儿了。你跟打冰壶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挺好的，你至少在这里签名了，你知道吗 ？OK。我先把裤子穿上。现在知道穿裤子了，脱裤子的时候想什么了？行行行，不打还没人看我，我穿裤子了，你打完了跟我没穿似的，把脸挡上行吗？我帮你。好了好了，脱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一身。行了行了，裤子放那吧，裤子放那吧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这玩意儿裤子不要了，裤子不要了。啊，裤子真的拔不下来，算了，裤子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回给你挡上。好了，来喽，来，三二一，出发。我好晕啊！对，真的会晕。好晕啊！哦，哎，想了在哪儿？我人呢？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！哎，哇哇哇哇！恭喜 baby 得到八分。8分，现在比分是多少？16-17，那我们就不用了，我们还有一个人，他没成绩都赢了。对，你要挑战一下增加难度吗？转圈啊，转10圈，没问题啊。因为增加了转圈难度，所以挑战时长增加1分钟。开始，2圈。不要说，他自己数。1圈了，哎，这个太难了，不行了，可以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的妈！哎呦，不行，我好晕啊！哎，嘿，哎，还有，继续，继续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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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凯哥往哪走？回家啊。回家了，那应该往这儿吧？对对对，再往右一点点。走你。走。啊啊到家了，这是什么？到家了，给个眼罩，变成了辫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小心，踩到后面，不要放弃。直直的翻，使劲翻，翻起来。哇，凯哥！功亏一篑。倒计时，八分，恭喜凯哥队获胜，你们每位成员可以获得10分 JYT 的加分。哇哇！除此之外，每人还可以获得一台盾构机模型。哇哇！乒乓球，乒乓球，乒乓球。欢迎各位啊！大家看到乒乓球台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跑男经典游戏？看字儿呗。好，看字儿，对。看字儿。就是乒乓球上写字，你要在乒乓球上看到那个字。我们选出来的两个近视眼。我先问一下，如果这个游戏啊是两个人打乒乓球，然后乒乓球上写了个字儿，你得看到那个是什么字儿，有信心吗？没问题，有信心。漂亮。我们在这里进行的第三个游戏叫做火眼金睛。本轮游戏改编自经典游戏乒乓球闯关，在裁判打乒乓球的过程中，率先答出球上所写的内容队伍获胜。这个游戏也是我们出版行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的，既与文字有关，又能有效地缓解肩颈疲劳。接下来请两组选择出战的三人。我眼神好，但我不一定认字儿。是不是有万一那个字很难？对，就怕那字儿不认识。那给你们一个编辑好不好？那谁跟我？那你就让那谁跟我们。对，让他俩掐架，来个拉架的都没了，拉架的都没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有请裁判就位。你这打得特别好吗？还可以吧。你可以说你不用打那么好。刚从日本参加完回来是吧？参加完奥运。哎呦我天！第一局开始，这能看清？这是字吗？文，广场的广。月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慢点，慢点，太快了！哇塞，这个。字儿是没看出来，反正肩颈是活动的。一场运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这晕球现在不行。给个面子，给小高球走。度，恭喜，回答正确。行。啥？恭喜绿队，路小满度。你是怎么看见的呀？看过来，正好迎着我，就看到一个度。我们太差了，加油啊！加油 ，baby， 加油，加油，沙哥加油！我天，这还戴眼镜好使。接下来第二题，准备开始。周，日，约，很接近了。很接近了。白，对，刚才回答对了，白。白啊，白。再看一眼。白。蛋蛋蛋，
我眼神好，我眼神好。拿手里你还看不见？偷题都没偷明白呀、啊！刚才跟我们队里队员说，我这眼神好，看还看反了。你是隔壁队的吗？你啊？看哪儿？扣一分。哎，那个不要扣分，他不是我们队的，送给那队了。哎，我们不要，凭什么塞给我们？蛋和白都分不清的人。下一轮开始。哎。哎，你看这台。山哥，你负责控制他啊。丁丁。热。风热日。少，喜欢看我。小声点。勺勺子的勺是。几乙哦，恭喜回答正确。哎呀妈！哎呀！你走开，你不要站在这里。你这房子就在这里，你这人好烦。没事，我们这儿老有捣乱的，你知道不让人看。我自己也搭进去了，我自己也没看。你也看不见呀、啊。下一局开始。这个字有一点生僻。四毛毛甲赤赤很接近了。赤长啥样啊？赤长啥样？赤楚楚。哦，恭喜回答正确。哇，我都不认识这字儿。就是慢慢行走的意思。对，这个是处，是他的另一半，是把行走的行拆成了两半。行走的行啊，银行的行拆开，拆开。这个不叫双人旁吗？这右边是处。我老师没有，除了双人旁以外，没有告诉过我他还有读音哎。对不起了，主编，我要把眼镜摘了。完，这我完全看不清。那么我们山老师也摘了啊，山老师也摘了。对，公平了，老师我也不打扰你了啊，我上这边来了。你是这个，你是这个，这个不行，这不行啊，我这五百多，这不行。这个跟对不起，这个可能度数太大了。哦，这数字太大了。哎，关键是我们带这个稍微小一点，但能带。你那度数太大，他的度数太大了。我看你，哎呦我的天！划过来，划过来，好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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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放我手，给给给，对对，那不等会儿吗？我就不应该信他了。助手说，我自己。下一局，请准备。龟。那个图面是什么？哎哎。白鹿先答对。最后一题，请准备，开始。开始。来，哥，这个男货干货干女小琴，你可以挡住他眼睛。你不用挡，这我都看不着。哎，这不是守护的护吗？你告诉我是啥？区不知道，我们就这个机会啊。这个字有一点生僻。那完了，那完了，那不认识。中，乳，乳。念哦，好，恭喜白鹿回答正确。耶！什么东西啊？你说什么？念二十的意思，文化人啊。白鹿念是自己看到的吗？没有，是听到的。三，很接近了。生僻字，念，是不是念？念。你们场下答对没用，得场上的人说呀。哎呀。啊，大游戏啊！我的天哪！
体力的来了，朋友们，还分男款女款。我们都化身成梨了，是吗？哦，有穿那个。欢迎各位来到天成梨园，这是我们的游戏场地，请领取你们的任务卡。一款好梨，请穿上梨形玩偶服，经过三重障碍到达终点，用时最短的人获胜。这个环节是要请你们最亲密的伙伴，现场的100位工作人员吃梨。接下来我们会分成两组，4个4个抽签，抽到一的成员们先来，抽到二的成员们可以到杜小满能量周转站补充周转能量。你看娇娇穿上这个特别可爱，太大了这个。咱俩是最大的。对，咱俩那个最大的，踹都踹不着。第一轮游戏，三、二、一。Oh my god， 娇娇好厉害，娇娇太猛了，娇娇是硬撞破。太难了，这个人。白鹿算卡这儿了。谁过去了？就是倒下往里滚。这个游戏啊，我完全是凭着一番冲劲儿，就是往外爬呀。就是倒下往里滚，就是往外爬呀。谁过去了？那是沙哥过去了。快不快？我这路怎么这么小啊？得换个腿走。哎，换一个走。对，小心脑袋，小心脑袋。哎呦这个转不过去了。我放弃，太难了。哇，等一下，那个转盘有点吓人啊。我不出来了，旋转的梨啊。我救你。回去拿梨吧。哎，别等一下，去吧。这梨是起不来了，有一只放弃的梨呀。太难了。哎呀，那还转呢。
来第二组可以走了。跪着出去。完了又回来了。没事，你只要先出去就好了，先到黄色的那个。先走到黄色的。先到黄色的那个。黄色的。先走到黄色，他会送你过去。完了，又起不来了。好艰难呀，这里伸不直腿。我感觉我会有一样尴尬的局面。估计第一个我都过不去。这个游戏啊，是对我的惩罚。我的发型已经完全拉了。仰面。我就不行。躺地上，我是躺地上仰面蹭过来的。你跟郑恺是一个老师教的。来，你试试这个，这更难。弯进来。哎呀哎呀！小腿，小腿。啊！有点这侮辱性极强。你这梨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梨现在已经摔烂了都。哦，这不行，我就疯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第一轮游戏结束。太难了。恭喜沙哥获得第一名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来，起。谢谢。我的发型还在吗？蝴蝶结还在。我想睡一会儿。真的，这一趴我只想优雅的度过，啊，可以不要让我这么狼狈吗？啊！啊！哎，他跟你刚才一样。跑步机呢？baby， 拿出去，别想站着，滚出去！喂，别动！快把我拉走！快把我拉走！这又把我拉回来了，太坏了！他又把他转回去。我不想起来了，就不想起来了。两组最慢的跟上一组两个最慢的，这组两个最慢的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What？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，我是最后一名。就是决最后一名啊，两组的最后一名决赛。我。你跟女孩哥他是最后。有点精神。来。来，我请你们吃梨吧，要不我实在是。那我们一筐好梨，买单总决赛。买单总决赛。第三轮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，我的妈！
我错啦。哎，他怎么还先出去了？哈哈哈！哎呀！哇！加油，娇娇，加油！娇娇，加油，加油！不要没事儿，这样显得我不太厉害的样子。没事，刘德华，刘德华。啊，太累了。还去一下吗？去。行，站不起来啊。好。哇，哇，黄佩君啊，哎，就得这么爬，对，就得这么爬。老秦又上了跑步机。啊！我终于到了，你等着。老秦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把那筐梨拿走。小心，快走啊！他要走了，他要起来了。小心走了，我要先卖火腿。
太惨了，结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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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啊，快点。跟两个人的厮杀了。你上前，你又买单了。我搓搓拳了，拉住他，拉住他。你们看过鲤鱼吗？你们看过鲤鱼吗？跳龙门吗？老秦又要买单了。来，咱俩一同时看谁先翻，看谁真的能翻进去。好嘛，来，咱们就一下嘛。命运交给对最终的这个比赛结果。行，我俩同时看，看谁能翻。就蹦呗。对，来准备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还是老秦吧。谢谢秦老师请我们吃礼。谢谢秦总，谢谢秦总。喜提正门。你等会儿，你等。他重，所以他先落地了。你轻。我轻，我轻能吃这个亏。啊。最快的还是沙哥。恭喜沙哥59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。看来我跟老秦也是一个组合呀。老秦又买单了，我请客是不是？对。我请剧组100号人吃礼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就别喊出来了。哎，今天娇娇早晨不是背各种包吗？老秦，啊，演一个钱包进到我兜里。演一个钱包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，手速对决。手速对决。两名对决者在椅子上坐好，并将双手放在桌沿上，等待信号灯亮起。信号灯一共有6种颜色，当信号灯亮起时，对决的双方拿起玩具手枪击倒对应颜色的木牌，木牌倒在对手区域就算得分，率先击倒2块木牌的队伍获胜。11个人分成5人组和6人组进行对决。现在请两队派出第一组出战的队员。我们先派一个最弱的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深深。张一晨笑得太大声了。来，传统，传统习惯，打个样，不怎么样，打个样，让招兵来打一下，这我上啊，上吧，来吧。第一组成员请就位，请把双手放在桌沿。哦，这个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黄黄吗？
啊，黄吗？完了，烧饼是黄绿色盲。不好意思，这不是黄吗？哎呀，这是绿。不好意思，比哥，你这么多年你隐瞒了什么？你有驾照的吧？有驾照，有驾照。周深，他打完之后现在有个黑点儿。就这，我正式成为了反映协会的会长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气势全输没了，老秦，来，老秦，你呀、啊，你来嘛？那你就必须对我呀！来来来，我觉得你俩好，你俩世纪之战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什么过程？拿出来嘛，拿出来玩嘛。从装弹开始呗，装弹加拉那个上膛。请把双手放在周眼。也从上子弹开始，越玩越大了。白色，就认字。哎，下来。我其实带着那么点小情绪在这里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。请两位继续准备。老秦，不要带情绪，冷静。黄色。你太侮辱人了，你太过分，哎呀，太过分。哎，还这样，他在那等。白鹿带情绪了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红色。红。右边。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少年。告诉我有没有水今天？你俩早说呀！你俩最后上换飞刀，就不用这个，你俩飞刀。可以。咱一把没赢呢。一把没赢啊！你上吧，你赢一把。我上吗？你赢一把，赢一把。来，我来。你要加油 ，BB 姐很厉害的。不行，菲菲姐眼睛太大了，她太强了，你当娱乐吧，宝贝。Baby， 咱们组得翻盘了啊，这把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紧张吗？要这么紧张吗？天津噔噔，像风铃。哎，不能唱歌，这两个人可以抓走了。还没开始呢。白色，水还没亮。等等，我们头两把是白玩了吗？白色。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紧张。而且戴上这个眼睛，那
个光一变，我看不清这个颜色了，是吧？眼镜的问题。不要再找我了，小飞。透明眼镜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跟眼镜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醒了哦，这个颜色是紫色是吧？你看你到现在都还没分清，完了，你都第三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好不容易撂一回，我要看一下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好像有点优势，菲菲姐真的很快呀，打得真的很快。我要求能不能派一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？哎呦，完了，我被小看了。进来吧，可以，来吧，我去吧，我去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线上的好吧？好。哦，叭叭，试一下，三二一 ，OK。我来。看来手还是不够长啊，新哥。不是，是我们的胯不够软，你看，已经极限了，再弄裤就该开了。你这个造型可以啊。哎，你俩往这一坐啊，我发现这个局势跟这个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了，就像西部牛奶，噔噔噔。记得唱歌把他抓走。我唱歌了刚才。抓走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有的人是故意在唱歌完成任务，这你都看出来了。这个人已经下一局不用参加了。原来是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都有姿势了吗？现在已经 pose 一定要摆好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我秘书，臂围45的，来快，臂围45的，来快，教练上，这个很像拳击中间休息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定好规则，来转过来。哇，他背过来，所以越来越帅了是吧？对啊，不是，但你得看清颜色呀。不用啊，颜色出来你们就看转就好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别翘二郎腿了，一会儿来不及转了。花里胡哨局是巅峰之战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。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呢？二选一究竟会眷顾哪一家？好累啊，还没出来吗？刚出来。白色。刚出来。白色。完了！可以，关键是我都没打中。白色，我们作弊都没做成，我还补了一枪。你留着，他们最后派一个强的跟你对干。我们俩站着玩。
来，咱俩展示一下咱俩的。来，准备来。假如说啊，子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子，子。你下去吧，要不你让下去吧。沙哥，刚才颜色都是你选的。颜色都是我选的。我早就知道紫在哪儿。你下去吧。并不是。没事。那咋的？那这样吗？不这样还是这样吗？难道你那只能是这样了？不好看，不好看。这个、那这样。这样。这样更奇怪。来吧，来。来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姿势可以不可以？太油了，救命啊！这个时候我要喝一个安慕希去去油，解解腻。我不行了。这样啊，咱俩增加难度啊，掏出来之后拉栓啊。好，来吧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请准备。转身呢，耍帅耍起来。转身拉枪栓完开枪啊，可以来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。第三枪请准备。来，好好、哦、来，好好、哦里边没有摄影机，这种摄影机。我感觉好像我没打他，怎么就倒了呢？是枪崩在这儿吗？是我打中的。来，好。哎，是郑凯帮他打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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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时我擦，我在那一瞬间，我子弹啪。接下来五人组决定你们出战的成员是谁？你们自选吗？谁想玩？周深，周深，你觉得？确定吗？你来，你来。我觉得我打不过凯哥。你去，你可以的。那咱俩怎么玩？大象鼻子转，我觉得那有意思。那我这芭蕾功底，我。我跳起来转可以吗？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红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个，三，第二个。哥，第一枪你瞄的是绿色，为啥呢？好晕啊！好晕！好晕！好晕！这个越转越晕。好，请两位继续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换一换？换个什么呢？还是从穿马甲吧，就原地穿马甲拉枪，玩的挺花。你越来越油腻了，凯哥。真真不比动作，咱不跟他比动作。别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
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哎，哎，哎。哦。差一点点。就是有点狼狈，这个衣服，这我衣服就是这样穿的。第三枪怎么玩啊？这样嘛，从这里开始嘛。好了，我那 RB 给你了，可以吗，郑恺？你就预备开始，我来上。哎，可以试试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这是考腿力的时候啊。白色，我卡住了起步，输在了腿上。全凭反应，你凯哥赢的胜算不是很大。你凯哥把各种花活都给你揉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目前两队比分打平，接下来请两队派出成员一枪定胜负。坤儿上场，来吧，我们 boss 都是压到最后的。我上啊。我们还有几个人？只有你了。还有人信来吧？那肯定要坐着玩啊！来，怎么着？规则是什么？都能打是吗？都能打，随便打。那我们坐中间很危险。不打脸啊！太棒了！我们也挺开心的。一开始我还嫌弃我们队，没想到就晕了。一切都是天意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我没唱啊，我说，终究已注定。你好严谨啊！我相当严谨，本期主题我牢牢记得。好，那恭喜在这一项任务当中，我们的六人组获胜，恭喜六位。接下来的这项任务就跟语言、符号、表演都息息相关。同队六人共同出战，其中两名成员站在笔画的旋转台上，剩下四名成员站在猜题的旋转台上。笔画台上的成员通过语言、绘画和表演三种方式描述，猜题的成员作答，规定时间内答对更多题目的队伍获胜。来吧，会了。那来吧，我跟队长上吧。白队第一轮挑战，请准备。啊，那个猩猩最爱吃的瓜皮儿的香蕉，哎，不是，还有呢。啊，哦，还有呢。那个面包当中夹一个热狗。啊，就。冰淇淋啊！对，走了，妈妈一个也没说。五耳机，三个字。助听器，助听器放在胸口，助听器。画，咱画。耳机，不是，蹦，听诊器啊，对，那个烧的有亮，形容老师，蜡烛，这个行，这里只能说话，不能做动作，啊，只能说话啊，好，只能说话，说话。你们是不做动作不会说话是吧？嘎！鸭子。嘎！橡皮鸭。鸭子呀？什么？这个太难了吧？这玩意儿。画。你俩行不行？
刚才那个东西，然后就，刚才吃的那个动物，然后不小心，鸭飞，煮熟了鸭子飞了，煮熟了鸭子飞了，哎，这么难，香水香水，这个，涂指甲油，还剩30秒，啊，是依我是拥抱依偎睡觉依靠，四个字。这比较难画哎，好硬啊！4个字，一个动物靠着另一个，什么？形容女人非常的小鸟依人，小鸟依人温柔。哎，这个转的真的会影响智商。要不要拿盆接下这四位？排队的第一轮，总共猜对10个词。蓝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圆的，然后那个3个字，3个字。圆的。上面可以看很多地方。可以看很多地方。地球，地球一。哎，怎样？有一个动画片，然后他爸、爸爸头特别小。我是大头爸爸，小头儿子。你是什么儿子？四个。小头儿子，大头爸。小头，大头爸爸，小头爸爸，大头儿子。对。这孩子，3个字。手电筒。这什么东西？这要那是保安那玩意儿，玩意保安呢？这个是。射击。射箭射击。后羿射日。这。一箭双雕，对，双雕。啊！别比划，肚子疼，肚子。我上厕所呢，还。就饿了可以怎么办？点外卖。画的差不多。望梅止渴。画饼充饥。这个是在西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儿，兵马俑。对，吃的。你看你长得像个倭瓜。哎呀，狗不理包子。对，狗不理包子。几个字？最后15秒。我真的要吐了。茄子，辣椒，好大的一个会喷水的，鲸鱼，好，时间到，好晕呀，冷酷。我不适合猜。也不适合他，我适合看。来吧。小鸟不是很凶狠，老鹰对，三个字，平常我们会泡着吃的，枸杞，小鸟为什么一说到泡在水里的就是枸杞呢？泡的是三个字泡着吃的那个三个字66的那个66方便面，对。
噜噜噜噜噜。饼干。哎，噔噔噔，对，是。那是黑板擦，他都给吃了。啊，真。天哪，这孩子真咬啊！画画去吧，弟弟，太认真了。饼干，饼干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再来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释迦，苹果，蝴蝶，菠萝。呀！呱呱呱。很臭的水果，很臭的水果。榴莲。两个字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干嘛？刷牙。刷牙。洗脸。洗脸。反过来说，刷牙洗脸。反过来说，洗脸刷牙。反过来牙刷。刷牙反过来说，牙刷。牙刷。哈智商啊！照镜子。妆。化妆。涂粉。镜子。镜子。擦黑板。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这儿。就是我会阿谀奉承一个人。夸奖。拍马屁，拍马屁，拍马屁。对，下一题。队长。队长。让你是不是有任务，队长？摩托车。倒计时30秒。四个字，小朋友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，那个黄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对对对。我是一朵什么？我红花，一个很臭的东西，一朵怎么一堆？你插在牛粪上了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没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三个字，喜剧大师，卓别林，卓别林。时间到，好运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可以呀、啊，我陆姐一点，人家弟弟都没机会讲话，你就不，人家在旁边，是吗？对啊。接下来是蓝队的最后一组，请准备。我们就无论怎么样，就往说话那走呗。对。就不行就赶紧换房间，我觉得。对，多说。对，压力给到了我们。醒醒，好不好？我醒了呢，别拖小周的后腿。我尽量。两个字，青蛙。两个字，小狗，马屁股，小马，小驴，海马，屁股，黑板擦，擦背，搓背，电马，兔子。这是什么？小鸟。下一个房间。它有两个颜色。黑白。斑马。对。鼻子很长。大象。我们的那个体育馆，奥运会。鸟巢。对。黄色的肉。我们最新的口味，阿木西口味。菠萝。哇哦。他们的计策就全到说的那地儿了。钥匙。两个字，两个人。不行。一共有五个。一个黑，一个白。两个人玩的那个叫什么？五子棋。一个动下围棋，五子棋，五子棋，五子棋。象棋。两个字的动词。下棋。对。四个字。大惊一跳！这是什么呀？你脸没化了，真的是！借钱眼开！
见钱眼开，这俩人。抽筋，抽筋，手舞足蹈，手舞足蹈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放下，放下，这个更难。去说话，去说话，去说话。是形容这个人就是做的东西特别想被别人看到，所以他做的特别夸张，是干嘛？特别疯狂。联想像我们刚才那动作，张牙舞爪，对。还剩三十秒。两个字形容两个人，比如我们分手了，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关系。藕断丝连。两个字，许仙跟白素贞的最大的坏人，法海。法海，法海是坏人。下蛋攻击，攻击中的战斗机，藕断丝连。朱大哥。周深，深深，周深，鼓个掌。这一局给你好了，能怎么样了？给你的。太